Hello， 大家又继续特别篇咩啦？好，咁上次讲到打完小江，而家就要去华南市。诶，唔好俾我可爱嘅外表呃到我，好似玫瑰一样有刺，系棘手。啲嗰啲嘅花就而家同我花系差唔多啦，系啊，同上次我自己玩英文版我差唔多啊。咁啊，都系急冻。哇，你第一招急冻嗰阵咁劲嘅，点解可以劲得咁紧要嘅？好，哇哇，唔系啊，即刻死咗，电击。系就到比加超出场嘅时候咯，我谂，喂，你唔系咁快啊嘛？唔系嘛？咁快死咗嘅你 ？OK， 哇，佢哋啲重都几劲喎，唔得，翻嚟回血先。诶，呢只代龙啊嘛？喂，哎呀，系啊，呢个傻咗添，哎，俾佢瞓翻我添，大镬大镬，唔系话又要俾300人，真系黐线嘅 game。先，下面系咪呢边啊？系咪呢度啊？哦，系啊，喺呢边。咦，唔系喎，唔系呢边，右手边啊嘛？呢度，啊呢度先啱。头先又打紧呢条友嘅，落去执埋个精灵球先。呢只想捉下喎，呢只唔知咩嚟。咁应该系代龙中间嗰个 B B 仔啊，捉嚟睇下先。尼多拿，我明显错咗啦，嗰个档头骨。咁啊，加工减防撞击得12咧嘅重啦，咁啊普通系嘅属性，普通属性啊，咁啊暂时都唔知咩嚟啊呢隻嘢，好唔紧要，巴塔一嘅冰冰死嘅，一个冰冰死嘅，好廿咧啦，巴塔碟好烦个巴塔碟都其实，即系打持久战咧，你打冒险咧，巴塔碟好烦，因为佢一嚟就出麻痹粉，但系佢其实改咗啲技能咁鬼劲嗰啲巴塔碟。一嚟即刻出粉啫喎，啊啲 NPC 咯又老晒，真系唔似正常啲冒险咁样咧。咦条路，诶呢个震动系咩啊？快走啊！开星星系水炮啊！哇喷咗成地水喎，等我帮手啦！快走啊！好危险啊！冇事嘅，唔好以为我只个靓仔。最后咧，我唔系叫你啊，去啦奇异种子，你派奇异种子出去死。催眠佢先，跟住即刻转比加超啊！哇，咁快醒，电死啊！李如龙啦，去啦精灵球，呢个系李如龙，多谢你，真系估唔到咧，见到野生嘅李如龙，系水系嘅精灵，佢唔系西式呢、這个，佢唔会栖息喺度啊，唔系野生系我嘅精灵嚟嘅。我系李如龙咧，一个礼拜前俾人偷我，翻嚟嘅时候已经变成咁啊，沿住呢个破坏嘅路径追到你，无论如何多谢你。精灵咧变得咁奇怪，一定系偷咗去做咗啲咩啊？我要教训一下。梗系教训嗰啲坏人啦，佢哋喺边啊？如果早知道，我揾咗佢哋啦，去问下大木博士先。如果你想用咧，电话嗰边有个中心嘅。咁啊，基本上剧情我哋同上次一样啦，可以话系。好，你走得真系慢啊！嗰边有个电脑啊，打电话俾博士回血先啦。呢度做咩啊？丑丑鱼10000蚊，丑丑鱼啱啱好有10000蚊啊！呢个系大木博士，点啊？图鉴点？今日新知有呢个李如龙嘅比加超唔错喎，你要问我咩啊？偷走，所以咧精灵失踪后边异常，话唔定系火之兵团做嘅，佢哋系利用精灵咧恶劣犯罪集团啊！听讲最近咧开始做精灵生物嘅实验，情报喺月剑山有一种叫月石嘅石头，拥有咧强化精灵嘅能力啊！如无意外咧，我谂火之兵团都系揾紧佢，我知啦，下次联络啦，博士，我想睇下呢10000蚊系咩臭臭鱼啊！系丑丑鱼啊！咦，真系丑？喂喂，上面写李如龙，下面下面就系丑丑鱼个样子，咩事先？佢讲咗啲咩啊？同埋阿 Red， 呢只系似李如龙嘅丑丑鱼，咁即系咩啊？唔系好明白、啊。加速减攻啊！唉，算啦，唔要啦呢只，唔知系臭臭鱼定系鲤鱼王啦呢只。听个花子约会乜，妈咪想翻屋企。好，咁啊入去洞入边啦。做咩啊？我要同你一齐去。唔好误会我意思啊！通往月剑山咧咁啱咧，翻屋企嘅道路一样啊，或者可以得到火箭兵团嘅情报。水系训练家，华南市小霞。嗰啲制服咧，佢同咧纯白镇嘅人一样喎，纯白森林啊，应该系啦，嗰把粉肠。佢哋嘅任务咧系揾到呢个月之石，即刻入洞啦。OK， 咁奇怪翻，好似我记得系佢哋讲噶嘛，啲火箭兵团话要入去揾月石嗰啲嘢啊嘛。
兵啊，即刻你睇啲兵几劲，都唔知几多%啊！咁蚊香蛙定个流啦，我招急冻光线系咯，90攻击力，有咁高命中，咁高呢个冻结嘅命中，即系结冰阿沙顶呢啲咪神技，打佢，唉咁都打自己，搞掂。下先，小拳蛇都唔理啦 ，TM 廿四，好啦，系咪呢边呢？特强增强剂，特攻增强剂，月之石。好啦，呢边日语中，乜鬼讲一堆日语啊？哇，啲结冰真系屈技，瞬间就可以追佢结冰。行上面睇下先，今次上面先啦，可能有嘢执。诶，岩石系地区。对我嚟讲冇所谓啦，啲水系呢个系一个完美嘅胜利，脱冻之醒行到咁入系拎好，咁啊呢边啦，呢边应该要打交呢条肯尼斯佢叫做，话咩记得水枪咗，哇大爆炸你唔系嘛，哇黐孖筋啊，连爆两下，呼系火箭兵团啊，快匿埋。月石喺边度啊？细声啲，叫咩咧？秘密嘅任务嚟啊！如果有人发现，我哋要不得不使用咧极端手段喎。佢哋喺度揾紧月之石，睇嚟冇估错啦，大木博士。哇！你蘑菇蟹咁嘅样嘅，你同平时唔同，冇一只耳仔嘅咩？头先系蘑菇蟹。哇！做乜收到咁入啊？星星沙子。OK， 小拳石。神奇糖果好啊！神奇糖果 very good。咦，这个有蘑菇哦，男女分别啊，佢整咗个小孩子应该留在家里，其实原本已经有这个分别了。哇顶死了，不要紧，我比加超是时候要出场了，加速比加超，影分身某些时候其实都有用的，那可以都用一下，因为摇尾巴没什么用的。日照你不是吧，奇异之光。封印，封了什么，封印是封大家的技能。搞啲咩啊？呢只咁嘅雀，电石嘅，哇！顶电光石火大喎，咁好，哇！咁劲啊！啲电光石火咩事啊？一座俾啲电光石火打晒，有冇可能啊？只嘢练嗰啲咩嚟嘅只雀啊？凤凰嚟噶，哦，凤凰都唔会咁劲啦，系嘛？电光石火呕死我可以，喺边啊？呢边啊，好似啊，系呢个啦，呢个大把仔。水枪，哇，唔系啊，低能连续打两次自己呢度结冰，好劲喎！电光石火一嘢打咗，差唔多红咗，即刻打咗一半血，催眠啊，降劲食屎啊！咦，总之催粉啊，系啊，顶啊，唔记得咗，啱啱先讲完，影分身啦，唯有屈影屈，哇！又爆击低能，黐孖筋啊！真系，系咪低能啊？好，再嚟个，黐线嘅真系，俾一只咁嘅嘢打死咗。好，因为佢可能加咗呢一个嘅会心啊，即系加个爆击率，用佢个聚气。而家蚊香蛙得招。急冻光线最强，整减我命中，换重唔换重啊？会一路减落去。电磁波大蛇，佢又用咗麻痹，刺耳声。地鼠就换翻蚊香，水枪，狗仔水枪，大针锋照用，跟住用逼急冻光线，双针唔惊啦，大针锋又。诶、有嘢执大蘑菇，好水枪冇晒啦，急冻光线，鬼念泰沙顶，黐线嘅真系，咁都唔麻痹，奇异种子先，超音符，咦，哦喷雾剂呢个有咩用啊？
黑色制服嘅系边个？睇嚟好危险，建议远离佢哋。我都想远离佢哋。搵到啦！原来就系你两个一直干扰我哋计划，搞掂佢哋咧。海星星，搞掂佢哋，快啲走啊！出口仔前面就系离华南市好近，好似要打交嘅呢个位。根据上集玩过嘅情节，要打只劲嘢，我觉得四湖先。即系你哋打得我哋嘅食鱼嘛，打我哋教训到啲杰斯，打治疗佢哋好。咁早知唔换重啦，吹粉先。喂，我得一个人打啊！顶，哇顶地震，低能震死晒我三隻，震死咗两隻，黐线点打咁？秒嗰只穿山鼠先，佢招乜震级都几屈机，头先一震我成堆死晒。哦，顶住啊，可以25靓蚊香话顶住。流奶 ，Oh my god， 中咗麻痹，死得两铺，黐线，顶低能，呢度应该唔会输喎，转翻咗蚊香蛙先，蚊香蛙可以有秒杀嗰只穿山鼠嘅一个实力咯，我觉得，电光石火，好搞掂佢先呢只，咁呢度照急冻安先，呢度电磁波一只，唉 miss 咗啦已经，冰结咗系臭臭花。照打啦，好似咁嘅臭臭花。咁啊，大冲鸭就坠落去度啦。咦，俾人封技，水枪，跟住电击。哇，咁都打你唔死。咁嗰只大嗰只臭粮慢慢打啦，之后唯有冇办法啦，俾佢开咗咁多下，出奇一击，顶又封我技。好啦，慢慢打啦，可以呢隻。咦，打中晒喎，居然！快离开剑米，又逃跑咗，睇嚟佢哋。跟呢度都有一场嚟得，系啦，就系到出口啦。靓仔点会喺度咧？行框噶。你哋究竟系边个？冇必要答你决一胜负啦。唉，犀牛啊，我觉得。哇，鬼脸。搞掂。我嘅精灵虽然唔多，但系佢哋都好强。但我话俾你听咧，对抗火之冰条有啲咩下场咧？你哋。进化咗个铁甲暴龙，唔通你对我嘅鲤鱼龙都注射咗？做过咁多年实验咧，都仲系会记得啊？咩做过咁多年实验？你真系认为呢种攻击有用？独角钻，收拾佢啦！铁甲暴龙，冰佢啦！拜，好炸！铁甲暴龙两下打死咗，泡沫光线啊！要啦，泡沫光线，即系65攻啦。好，岩石掉落嚟啦，执到月石，讨厌你摸边度啊？吓？对唔住，我以为你等人个家伙同佢嘅铁甲暴龙最后点啊？好可惜你冇见到轻松打败佢哋嘅画面喎。于是我揾到啦，就系头先咧冧落嚟喺地下化二嘅出发华南市啊。第6章完结啦。好，今集时间嚟到呢度先，下集继续去到华南市做呢一个特别 PVP 嘅剧情，系咁先，拜拜。